知的世界跟梦境一样，因为只有在梦境里，我们才会相信文字有如此真实的力量。我是行人文化实验室周一正。纪念诗人雅贤、洛夫、张默创办60年的《创世纪》特刊，《创世纪》的《创世纪》用现代的插画艺术重新诠释大师们的作品。温柔之必要，肯定之必要，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。他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，然后那个世界不是用逻辑去理解的。所谓的诗，它真的不一定要像现在的散文或现在的一般的非虚构类作品，就是每一句你都要有一个意义，你看懂它才需要存在。理想世界本周带你走入超现实世界，体验诗的美丽梦境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